今天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，过来拜神，也有很多人在拜。才10点多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很晒。现在都有人在这里拔花生了。这河水都那么满，可以来这里钓鱼，里面也有鱼的。热死了。小何姐她爸爸跟她哥哥也拜完回去了，还有我跟我老妈。奶奶讲老妈去倒酒了，在这里凉快。那里好多鱼啊，看得很清楚，好小条啊。改天来这里钓一下鱼。你看那水波动得很厉害。望手我也扑命地，听你抛顿时开，先十只，妈妈帮我拍的，要我点那个炮。现在到我扛了，已经拜好了，现在去上面那边拜。刚去接回来买的烛台垫，妈妈在这里挑菜，这个很多啊，嗯，谢谢。冲水打药，把这些草已经长满了，之前打过了，现在又活过来了，那么多。绿油油的，家里后面这里也长草了，要喷一下一下。已经弄好那些草，已经倒完草了。现在洗一下我的车，这个是来修一下那个网络的，一直连不了，我用不了，那就现在洗车，脏兮兮的。去洗一下才行。
开始下大雨了，这风好大。就差前面这里一下停去。那么下雨了，还去打牌。村里那个八奶，这是八婆，我要给这八奶耶，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去打牌。下雨了还去，你看，还拿那么小的雨伞，就快洗完了。哎呀，吃辣条。是我 OK， 这是妈妈的，买给妈妈的。买雪糕吃，那边的天还是很漂亮。菠萝的味道，已经红了。